我稍微抱怨，我之前说，大家还记得我在这个频道第一部影片，我就说过，好不好？在今年初我就要搬家了啊！由此可见啊，我是真的有做到。然后在今年中啊，大概五六月的时候，我会脱下口罩啊，结果没想到我突然就脱了，进度超前的、啊、各位，让我们继续来玩我们的黑暗轨迹啊！这阵子大家不断的敲碗啊，做个音效。又再一次震动了我的心灵。在这段时间啊，我们一直都在跟卢哥跟君仔玩那个密室逃脱啊，大家都很喜欢，所以我就一直玩下去了，然后就稍微都忘记黑暗轨迹。但是啊，黑暗轨迹终究会回来的，这个奶子也永远都会在。接下来就是四五关了，这两关我都给他买下来啊，直接包鬼了啊，老子有钱啊，一个136块，对我来说一点都不贵。大家，我们回去拿新的技能。哦哦哦！这是什么技能？先解锁，持续时间减弱。这感觉像是我按下去之后，我可以把那个 boss 的能力解弱之类的吗？打开我们的技能啊，我们就是带着冲刺跟脑弱啊，先按一下脑弱，脑弱是一。这个技能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来到一个下水道，哇，这个画质永远都会好不好？震慑到我。然后这一关要捡310个奶头，你阿里。好，先把这个门打开看一下。这个应该是要用冲刺撞过去，对不对 ？Well, that's interesting. 没什么问题，再开一道门。赶紧你啊！F 挣脱，easy 了，我没有吓到啊。然后再开启了一道门，这边有什么好料等着我吗？然后我们开始可以看到那些奶头喽，开始捡了。这游戏要一直不断开门呢，这也太麻烦了吧。OK， 慢慢来啊，不急不急。哎呦，那是鸭子。看我的观察力好不好？等下他会干嘛？他不会真的动吧？脑弱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我按了下脑弱波，然后跑出一些红红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再按一次脑弱波。红红的。红红的，你不要啊！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的，哈哈哈，没事没事，哈哈。感觉脑弱波好像就是侦测哪边有怪物啊！啊，像他们两个就没有红红的，所以他们不是怪物。奇怪，这边都没有怪是不是？这个红红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是吗？前面这只是吗？怎么有点奇怪脚步声？这只是不是啊？这只是吧？就这只对不对？这只是对不对？我们来看看，测试看看。啊！他就这样来了。OK， 那没事，可以挣脱，可以挣脱。那简单啊，来。Play dead, and maybe it'll leave you alone. That works too. 要一直，这边像这些都不是怪啊，前面这只是怪物。我们尽量避开他。走位啊，走位！我操，走位啊，走位，走位！我。Play dead, and maybe it'll leave you. 前面这只是怪物，他那个门，我跑过去开，然后再跑走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不会惹到你吧？不会惹到你吧，小鹅，你他妈的还要继续追我？什么鬼？脑弱波，干你啊！也没办法吓到他，完了。撞过去，撞过去！去去去！你别追了，我操！完了，我到我家了，看到捷豹追回我家了，靠背啊！是在靠背是不是啊？走位！走位躲掉，躲掉了，跑！干你娘，又来一次！加速跑！ I think it wants to take. 所以我是可以悄悄摸摸的跑过去，是不是？可以吗？干你娘，一杀小。干你啊！你傻小啊！哇，跟鸡巴屌蛋啊！算算算，十字线开个门好不好？然后再跑走，再跑走，再跑，他妈妈的走！敢继续开门，继续开门，继续跑，继续跑，继续跑！哎呀，我们的走位好像成功了！
不断的利用我们的守卫跟身法。哎呦，哎呦，阿敢！我真的觉得我不会去玩黑暗轨迹了。那后面的关卡真的他妈纯粹在虐我的心态，你知道吗？这样有什么意思啊？OK， 那接下来往这边走。傻小啦，你傻小啦！干你娘！为什么我跑他妈那么慢啊？我他妈要跑起来，要花很长的时间呢、欸。不要过来！不要！不要！哎，走位！啊！傻小，干你娘嘞！这边几只都不是，前面这只是，我操！操我操我操！安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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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操操操！跑起来啊，老铁！有几个黄色丫丫在追！哎哎，前面好像有技能。哎，鹰犬现在需要用吗？好像不太需要。哦，红色水晶可以知道怪物的位置，但我们好像也不太需要。对，干你娘！完了！跟他走，跟他走，跟他走，跟他走！我们需要晕眩，我们需要晕眩球，我们需要晕眩球。OK OK， 啊，这个也捡一捡啊，都捡一捡，都用一用啦。没事没事，绕一圈绕一圈啊，跟他走，跟他走。来、欸，其实他跑的比我慢呢、欸，他看起来很快啊，他们看起来都很快，但是我操我操，让我过！我操我操，快让我过！快让我过！哈哈、欸、，OK OK， 这是开关吗？干你！玩了这么久，好不好？也就只他妈收集到大概五六十个，我还有他妈250。他妈玩一关，真的奶奶的要我老命了呢！妈又被发现了，我又被发现了，他又在追我了，这狗鸭子，去你的鸭子！有门 有看到门就先去给他开一开，然后就开始跑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的战术了，好不好？有怪物吗？啊、有门，不是啊，这个游戏的转弯之后，他那个，感觉你要前面是不是有丫丫？这边是不是有坏丫丫？嗯嗯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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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只，没事没事啊，这个门堵了，完了。走这走这，疯狂狂开门就对了，狂开门就对了。来，我们先给他晃啦，先走位走位 ，OK， 然后接下来就跑，再跑再跑再跑，没错，有没有？这完全超聪明的、啊。还在追吗？哎，走位绕开，呜呜呜呜，跟你绕，哎，我跟你加速逃离。然后绕回去去碰那个。其实鸭子我们也不用管它到底是不是怪啊，因为我不太需要知道哪个鸭子是怪啊，我就把每个都当成是怪，你知道吗？遇到我就躲。我干你！哦，感觉怎么大家都是怪啊？右边那只是，不要触动它，不要碰到它。不要啊！惹到你们了是不是啊 ？OK OK， 开这扇门，开这扇门。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，晃一下，晃一下，晃一下。门开了，门开了，过过过过过，让我过！是是是。OK， 绕，跟他绕，跟他绕，跟他绕。是是是。啊，一半的进度了。那、啊、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呢？侦测有没有怪物啊？我的脑弱光波告诉我，这边都是好鸭子。嗯，你们都是。哎哎哎哎，来给你照！哎、欸，给你快快跑！安全安全，干门忘记开，击败。嗯，蛇形走位，我走。绕过来。干老兄嘞，击败击败。几倍？几倍？绕一圈，跟他绕一圈，跟他绕一圈。反正我们有加速，跟他绕一圈，绕一圈，绕一圈，绕一圈。干你娘！看到人啦！干你娘嘞！啊，你怎么突然死了啦？
走位，我走位。干你娘嘞！啊，全部这块没怪 ，OK， 爽爽吃，剩三十个了，剩三十个了，就一条命给他过，一条命给他过。来来来，应该又可以把他甩掉了，看不能，他应该不会过来，应该说他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过了，他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过，我一个走位，然后跑走 ，nice。就这一条命，就这一条命，这条命如果没过啊，旁边做三十个不一定扔了，好不好？赶紧上去！来哦来哦，等门打开，然后一个加速，赶紧！4 5 7 8 9，快转，这边帮我快转。29 30，三十下，好不好？什么？你们说我没有做30？你们说我的快转是假刀？那是你们的 problem。